这就是黄金在成型之前最原始的样子。众所周知，黄金的稀有程度堪比你兜里的零花钱。但就是这样稀有的东西，在这群淘金者来说，来的却是很简单。眼前的人叫戴夫，他把毕生的积蓄全部买了设备，为了就是能在黄金矿区一夜暴富。杰森将满满一斗的黄金沙土装载到内森的装载车上，内森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含有黄金的沙土运往河边的料斗机，克里斯负责滚筒的运转。 随着闸口一开，大量泉水涌入，真正的淘金工作正式开始。这套老掉牙的淘洗设备花费了戴夫将近80000美元的积蓄，所以戴夫的设备不能出一点故障，否则他将无法支付更多的维修费用。都说新人心请新钻头，越钻越深越出油。经过大家周而复始的工作，一帮全新的团队确确实实经过努力，将黄金从沙土里分离了出来。 此时的戴夫将会给大家带来这一天的喜悦。就在大家翘首以盼的时候，期待已久的黄金呈现在大家眼前。You kidding me, dude? No, I'm not kidding, man. I have never seen a sluice box like this.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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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where. That's the first time I've ever seen. 大家互相拥抱，这样的结果会让他们的付出得到相应的回报。 这样的回报会让他们不必为了生活的琐事而烦恼。从现在起，戴夫每天需要收获5盎司的黄金，也就是140克黄金。根据现在大盘的黄金价格，折合人民币接近80000元，也就是说，戴夫每天需要获得80000元的收入，才能够给矿场的工人发工资和维持矿场设备的正常运转。这也是戴夫刚刚开始的第二周，接下的日子，戴夫能够收获多少黄金，咱们拭目以待。